到我家屋前趴在大地板上，这压死了乱七八糟搞得一地的番茄酱，不知道的人看到可能会晕倒。我就假装很冷静的走了过去，瞟了一眼，说了一句很担心喜的这样子，像我写他忍不住了，装不下去，可可的笑，演起作起，看得我都想死。每天回家都会看到上午写那种词，完全没有办法预计的样子。明天又会出现什么奇思妙想，一谋会计算之外那奇怪的姿势。又有一天晚了回家，打开了门，看到了他一动不动坐在那小小板凳上。我的天哪，还没吃饭！我急急忙忙冲向厨房，一边煮饭还能听到咕咕作响。有时候他随便捏他，我都没有什么办法，这时候我会去配合他演一下。直到一次我看到了一只皮卡丘在边上，你怎么能让我演个球啊。每天回家都会看到上午写在中四，完全没有办法预计的样子。明天又会出现什么奇思妙想，一谋会计算之外那奇怪的姿势。那些等级没有上去，装备也还没有凑齐，还有着那陷阱一直欣赏着他。每次表演过去我都写写评论，点了个赞，还要留下弹幕鼓励多多收藏。等级高了以后刷了副本 boss， 慢慢累得没有了那种心思，像我写他人人在家苦思冥想怎样作死，我还真是服了他的坚持。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小五写在装死，真的是一种有趣的事。期待又会看到什么别出心裁，稀奇古怪。